就开始走这条路，要去看一下，要去索道，到索道车上山。接近3000，我好喘哦。前面都是燕子。我们早上6点起床，刷个牙就出发了，走了1个小时的山路。好，你好，走1个小时的山路，搭索道车上来，终于看到金顶了。好，你要说什么来？等一下，我说我重，然后我才过来跟你拍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自在。OK。啊，自在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我真的会有高原反应，就爬上了金顶，世界上面最高的佛像3088。现在是要绕着塔走，来到了金顶3088米，2019年12月13日，山上一片雾茫茫的，本来还想说会有日出或者云海，都没有，要机缘吧。早上还有高反的感应，很不舒服，就是觉得头很胀，然后不舒服，现在好多了，要调一调。粪店的旁边有一个金刚嘴的小景点，他说也可以看日出跟云海，我想今天是看不到了。金刚嘴他是说用玄武岩，很特殊的一个石头吧，一个景观。然后粪地后面是普贤菩萨的金尊，这里3088吧，呀！可是今天雾茫茫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，看不到那个云海，也看不到日出，就是整个雾茫茫的，而且那个雾越来越大了。哎，好棒啊！终于可以坐我们理想中的万年式的索道车，好棒哦！现在看得到吗？今天早上去金顶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搭100个人的，那个好可怕，那个没有那个感觉。哇，现在看到吗？好去爸爸。啊，看这边。我刚刚要吐。你去不得高原啊？嗯。啊，高原反应。我不是高原反应，我是。就看得到。Hello， 好累，我是朝圣之旅，对吧？啊。往前，
蒙蒙的，路都没有很清楚哈。好呗，拜拜。